Hello, welcome to PDD Channel. 现在你是话是熊猫团的鱼，啾啾啾啾啾啾。好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啾啾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要来四个人一起开火车。有便当可以吃吗？对啦，有便当，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吧。好啦，等一下，待会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呢？今天要来玩的这张幸运方块，它一样是不需要模组的这种插件指令包这样子。嗯，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者的话吧。好，他说：“安安，大家好，规则在右边。”他说一样，禁术不能打人，保持愉快心情玩 PVP， 不能走进别人的重生房间。然后呢？哎，他说指令部门的话说，资料包有加料了，又加料了。加料，他好像据他所说有多了30种的事件哦，30种好多、哦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他说他也把上次可能出问题的修掉，希望没有问题。嗯，那这次地图就是这个虚书哦，嘿，是书不是书做的，没错。好，好，嗯，他们上一次是书不是书。是数不是输，输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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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那我们先来拿一下自己的稿子好不好？好，是撰稿，撰稿。你没有，你不是，是别稿，丢掉，丢掉，你丢掉。被丢掉了，不想活在同一个世界。好，那这边呢是我们的石头，这一次我们的石头叫做星辰砂石哦。哦，我怎么拿到？星辰砂石，哦呦，拿到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哦哦，所以我们这个垫脚石就用这个吧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今天有特别准备，那我们这个食物也来拿一下吧。好，什么？哦，马铃薯吗？烘烤马铃薯。烘烤马铃薯。哦，好吃，好吃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队吧。嗯，分。好了，他寄给你按啦。好，吞，好，嘿，拼，哦，哦，红队，可以，哇，那我们就一起拉下这个拉杆吧。好，好，拉下了，拉下了，哦，今天开始，准备啦，噔，开始，开始，还有，哦，貌似拿了神器，哇，我又拿到神器了，拿到神器了，哇，好坏哦，这好可爱哦。好帅哦！哦，好，好帅！我有上一次雨月拿到冲之剑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等下这是什么？这是狐狸？得，冰雪狐狸！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某家店吗？哎呀，这是狐狸！哇！九层塔！九层塔是什么鬼？啊，不是的，那是什么九层塔？哇，超大的！哇，酸哎！下去！挖一下，挖一下！这次好多东西哦！让我游出去！游出来了！还蛮新奇的，对，好多羊哦，我要走了。哇，又是九层塔，九层塔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开多九层，一堆棒棒，开了。哎呦喂，哎呦，卡了一下，那时候你们两边都有进步了，我这把剑太强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哎呦喂，哇，好暗哦。对，然后那个路灯的按钮记得点，那个重生点，好好点。等下凋零有点多啊，这个凋零，这凋零量真有点多，不是我在说。哇，神器，这把剑好酷！哇，炸飞！为什么？哎，迷蒙！哎，驴子陷阱，驴子陷阱啊！陷阱，这是什么？哒，哦，变剑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动的。稿子，哎呀，哦，好久，哎，不是，那重生点怎么掉下来了？啊，别转身了，哎呦呀！哎呦喂啊！好，飞魔法结晶，嗯，斧头，哦，为什么？美丽鸡尾酒 ，OK， 烦恼会消失的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觉得里面超刺激的。对啊。哎，破皮，痛死了！什么鬼东西？哦，好像很强。我走到火车头了。哦 ，Creeper， 欧美，团你那边。从这点怎么一直跟着我跑啊？对啊，一直跟着我跑哎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神器能出去吗？水族箱，好，我能够出去吗？我怎么一直被黑曜石困住啊？哦，是什么？这点一直被跑过来找我哎！生成幸运方块，我要死了！怎么又是这个啊？对啊，我死掉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哇，我怎么又拿到这把剑啊？我的重生点被盖掉了啦！哇！
怎么我又跑到这里来了？张飞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宝盒，这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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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公车里面也有哇，就是这个。就是轻轻松松就第一名啦，没有什么东西啦，我已经完成了。哇，完成了！有人完成了，我刚到火车而已。发生哦，哦，是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谢谢。哎，说，走开，你走开，走开。我是都开完了，对我都开完了，都开完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爬到这上面可以干嘛？我没有很神的东西啊，好，你这里太多剑了吧，影月，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他做什么无限剑制？我刚刚也有拿到，好像拔掉那个剑也没有什么效果啦，太帅了，算了，可是我这样下不去啊，我怎么下去？你跳不下来吗？可以吧？绿色在这里，我等你们，好多好特别的东西啊，我其实没有什么装可以整诶，说实在。哦，轻巧获得好多鹦鹉 ，Steve。哦，我是史蒂夫，今年24岁，是个矿工。还有什么？空的，好多羊。空的，这是什么？我听到龙的声音，我到了。哦，到了，但是我是召唤出龙了。对，召唤龙出来了。你召龙出来，你召龙，召龙，赵子龙哦。神奇小木符。所以我也到了，我也到了，我也没什么装备，杰克也到了，我做一个酷酷，哎，其实等一下我还有一个，好像是生成幸运方块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，那还没，他接好机会，好，你没机会了，一样，什么？哦，他记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走传送门，好，哦，不是这个，不好意思，按错了。我重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好吧，那我提醒你们，我在原地传送，先让我过去，哦，可以附魔，在哪里？哦，回来自己这边，哦，他有基本装给你用，而且是不会坏的，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的这个幸运方块 PVP 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，来吧。还要打我！每个都跑那么快，我要死！每个人都跑超快。有人说有人要死了吗？居然是阿基，阿基杀人了！我不想最后一名了，阿基杀人了！我不想最后一名。我来了！你是小蛙哥，你是小蛙哥。太小！怎么有人丢剑？我要拔剑！不要拔剑！我拔走了我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在绕树绕圈圈，在玩什么影子啦？等一下，过来，雨月嘞，大家跑都跑得快，雨月嘞，他躲在树里面了，没有啦，我乱讲的。雨月在躲起来了。我们暂停，找雨月好了，还是你隐形啊？还是你隐形啊？你猜猜看啦，什么？我猜看啦，躲起来了，打了。我要来跑。我觉得他有隐形药水吧。可是隐形药水会有粒子效果啊。对啊。还是他是那个装备没有隐形的效果？还是他在树上啊？人呢？不知道哎。可是这个树可以，我是在树上啊。可是这个树上面没办法完全跳上去啊。而且他的明条不见嘞。对啊。直接不见了。对啊，太神奇了！为什么会中凋零啊？哎呦，有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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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，在哪里？凋零剑啊！继续。可是这我也在凋零啊，大哥，我凋零可以啦，行啦，大哥，他记好了吗？我要砍你喽！你怎么衣服都脱光光了啦？我死了，这凋零太他是永久凋零啊！太过！你怎么有翘翅？笑你！我把它收起来！太危险，太危险了！我有点忘记这是什么嘞！哇！都团团的头，好扯哦！我刚刚丢了奇怪的东西，被团团丢了奇怪的东西。不要！我的满脸都是你丢那个给我了，你很烦。而且你知道阿基？
而且我刚刚是在乱打，你知道，我都打到你了，因为我刚刚其实被致盲的。我知道啊，你也丢到我的脸了，我脸都是一。好可怕！你会死吗？啊？在哪里呀、啊？里面？哦，躲在这里啦！欸、小心来了！等一下，这个鸡尾酒。不是，你们装备很强，卡在奇怪的地方，这进不去啊！这地方哪里啊？你们装备很强啊，我打不赢啊！哎、我想杀人，我杀不到人啊！他怎么可以陷进去啊？太强了！我怎么进去的？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不要看我啦，你们先打一打啦！我一直在打杰克、啊，我们打不出个上下，你知道吗？疯狂被打杰克。好了好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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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够了够了够了，过来你过来，我来绕圈圈吧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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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没来快乐水都喝完了还克，你给我点机会。好烦哦，死猫猫！我们在玩滴滴滴哦，谁跑好快哦？先打陨月啦，杰克，你现在的希望就是打陨月，因为团团四杀了。我不知道隐约在哪里呀、啊，而且你的手手里面，哎哎、欸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欸、你哪系啊？我还是会死啊，所以我刚刚会说会痛啊。哦，对啊。好了，隐约我来找你一下啦，你在哪？那么要木头要挖开来才找得到。为什么会躲在里面啊？木头要挖开才找得到。好啦，我出来啦。你在哪里啊？在你们的对角啊！对角。为什么你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躲在这一格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蹲下，我们完全看不到你的名条吗？对啊。对啊。你现在就看不到啦。我躲在这里啊。我已经看不到哎。你们要先打。好，我先站就定位。打不赢啊！我装备根本没办法打。我去我的平台看你们打架啊。好了吗？好，我来收拾了，来了，来吧。你在哪？来吧，让我一剑就好。让我死吧！跳恰恰，跳恰恰。让我死吧！啊！等一下。扭啊扭，扭啦扭，快点扭腰摆臀，扭腰摆臀，哎呦！我这剑名很，我剑我的剑名很强啊！什么东西啦？这我打不赢的啦！这什么？你的剑？对啊，哎，来来来，追追追！快打不到！得，好哟，我又没追到。来来来，你再跑！哎呦，我看不到。好，我等你。哎、欸，我就这样停了。你怎么就这样停了？过来。啊，好累哦。杰克，就快点结束吧。好了。东西。结束了。夸张。夸张。结果发表，首先是竞速的部分的话呢，第一名是我，那第二名的话是陨月，第三名是杰克，最后一名是阿纪。那 PVP 的部分的话呢，第一名是我用冲之剑杀了六个人，哎，六个人，对，六个人。刚刚我们打闹钟又有杀人了，哎，数字更加跑掉了啦，真的是。好啦，那第二名的话呢，是我们的杰克哦，对，杰克杀了一个人，十四连击，十四连击还是敌不过冲之剑，真的。好啦，那第三名的话呢，是哈基也杀了一个人，捡到一个。最后一名的话，真的是陨月，没杀到人。没有武器可以杀人啦、啊。所以总名次部分的话呢，第一名是我拿到八分。第二名的话呢是杰克拿到五分。第三名是陨月，最后一名是哈基。他跳下去了。我原本以为这种资料包的幸运方块不会到这么的多样、欸，说实在，原本他很用心哎、欸，做超多的。对，其实真的还蛮多事件的，蛮惊奇的，说实在。靠技能超猛、啊，真的。好啦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幸运方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大家呢，如果呢有地图想要给我们跑的话，别忘了影片下方有投稿表单可以做投稿哦。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喜欢，欢迎点击喜欢按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也加我们粉丝团赞。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你这什么武器这么远？拜拜，不好意思，我抗击退啊，太远了，什么？如果想要观看杰克直播的话，可以到 NonoLife 搜寻84418050哦。
好啦好啦，啾啾啦啾啾，大家都一起火车啦，来啦来啦，啾啾。